即将会演出舞台剧的蔡卓妍阿 sa 最近趁未开始准备筹备工作，就做乖孙女带91岁的嫲嫲去了台湾旅行，还去了日月潭观光。日前阿 sa 就 po 了张同嫲嫲的合照，还留言话下个月就92岁的嫲嫲好坚，行得快过自己，食得又多过自己，仲贪靓到每次影相都要大超添。张相仲被一班网友大赞，而阿 sa 的经理人 Manny 就留言赞阿 sa 是乖孙。好友周丽琪都有留言问候嫲嫲。至于关智斌仲话嫲嫲系温德嫲嫲添啊！